哎呀，发现了一只赤甲红。哎，那大钳子！哎呀呀呀，别动，再动你就掉下去了，乖乖的。哎，叫你别动。这只。我的妈呀，都瘸腿了这个！我说啊，头疼的快了。再找找，你们去那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哥们儿。发呆呢！哎呀，我到这边。这儿有一个，我得先把桶放着。太得费事了，这个桶。别跑！哎呀！先扔着，转悠一下。哇，还是一个，啥情况这是？哟，我的天哪！其实我是来找螃蟹的。哎呦，这个肉还没塞回去。哎，今天晚上是要发毛梗的财呀，这个。这是啥？花蛤壳，哎呦！螃蟹我也不找了，我就找它得了，它明显。这是一个活的生蚝，别带着。水很清澈呀，这一块。哟，这儿有一个。我还说什么？什么我都不说了。这个节奏下去要爆桶了。我听见下海的声音了，渔船。老二就看见你了。这和去年一样啊，去年小尼刚开始赶海的时候，最早做的那一期。也是毛嘎的剪不停，爆桶。我的天哪！这还说什么呀？光剪就行。看这个头儿，有小的啊，
这个好像是最大个的，这个有点重，是真的。亮灯的那都是渔船下海了，提不动了，捡了多少了都，一桶了，前面还有一个，呀，这可咋整？